奇怪的家庭一定有奇怪的前世。不信你看看我和我儿子郑瑞，奇不奇怪？奇怪，你和郑瑞根本就不像父子。那像什么？像冤家。是。他恨我是应该的。 你就打算就这样下去吗？什么都不做吗？能做什么？没办法，做不了。我可以帮你啊。帮我什么？帮我做饭。不然呢？除了做饭，你还想让我干嘛？算了，你帮忙容易露馅儿。 其实今天那饭我吃到一半就觉得不对了，哪儿不对吗？因为发现越吃越好吃，郑瑞没这个水平。那你今天不说，还都吃完？我不吃完不揭穿你了吗？不就让你看出来我知道你是打探熊少峰消息的吗？禽兽之变诈几何哉？这深更半夜的。 凶杀现场，你说一男人是禽兽，很危险的。哎，聊偏了。是聊偏了，来吧，帮我个忙，找点事儿干。就是，帮我呀，把这些照片挂到树上去。 你大半夜在树林里挂照片，你不嫌瘆得慌呀？那大半夜的，不挂照片，你还想干什么呀？挂。哎，我说你这些资料都是什么时候整的呀？我的两位组员一直在帮我做资料搜集和取证的工作，跟你一样，战斗力爆表呗。 慢慢，各位领导，欢迎前来指导我和罗检察官工作交接仪式。冯处长，有什么行动告知一下，我们都很担心你跟小吴的安全。多谢吴检，我们很安全啊。走时候我跟贤主任不是打招呼了吗？就是没什么大事才没跟您说。哎，我谢谢。多谢啊，各位领导，你们劳师动众的啊，让你们受惊了。 有什么新发现吗？搞这么大动静，别闹出笑话来。放心，心里有数。冯组长，听说九三六谋杀案有了新的进展，我非常的惊喜。我是当初专案组组长，我自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我非常想知道，行吧，给我们说道说道。新发现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肯定是什么东西。 来，大家都过来，哎，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一起帮帮忙，一起找找呗，好吧？这个新发现、新线索就在这些照片里面，咱们看看大家谁能先找着，好不好？来，姐，那，哎，同志们，咱们工作了啊！来来来。 8点了，一会儿就该交接工作，你赶紧讲吧。我知道。
一会儿到八点的时候，你给我个手势提醒我一下啊。大家有没有新发现啊？在照片里面，有的话就立刻提出来啊。哎呀，王组长，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跟同志，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吧。好，大家没有新发现就过来一下，我来说说我的新发现。 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照片，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摄的现场，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疑点。我给个提示啊，就是要找到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观位置。哎，应该这儿，是这儿吧？ 仔细看看，确认吧，老边。哎呀，我说老冯，你就别抖包袱了，行吗？不是你有什么线索你就说出来嘛，不只是你一个人会查案子啊。这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得让我在聚光灯底下多站一会儿。真是太讨厌了，冯组长，差不多了，差不多了。OK， 那大家再看看这棵树吧，看看这棵树跟旁边的树有什么不同。 好像是这棵树要粗一点。大家再看看照片，找一找这棵树，能找着吗？有什么发现啊？两年前，它和周边的树是一板粗的，现在这棵树要粗壮一些。哦。 那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当初那棵树养死了，又重新种了一棵？还有呢？要不就是当初它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嗯，还有吗？后来肥石好，就长起来了。好，我呢跟林业局的同志打听过啊，就这些树都是两年前种下的，没有换过树苗。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肥实的好，对吧？ 我跟林业局的同志也打听过了，这批树完全没有施过肥，完全是靠天收，当时就是想育一些树苗而已。老冯，你究竟想说什么呀？我要说的是，这棵树两年期间没有换过树苗，没有特殊施过肥，它为什么比别的树粗？老边，这棵树有问题。站着。 小王，停车！这，我这，过。 怀疑沈广军并没有杀徐大发，但是他杀了他的侄女苗苗。老边，通知痕迹鉴定和法医到位吧，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通知技术支队，痕迹法医后勤全部到位，案组和档案全部带上。是，伙计们。 动起来，动起来！马上警戒，任何人不能越过这个警戒线。大家往后退，往后，最好退出小树林。这几片土地，这几棵树，很可能跟当时的案情有关系。大家往后退。 吴姐。啊，冯组长，有件事儿。 我要向您请示一下。哎呦，冯组长，你客气了，我管不了你，你不用跟我请示，你跟袁检察长直接请示就行了。
杨同志，按照程序，我现在正式向您提出申请，因为九三联谋杀案和海平 KTV 888包间过失致人死亡案都有了全新的进展，我希望我能够继续以巡回小组的名义留在郴州监狱，派驻第一监狱检查室，跟罗主任一块工作，来配合九三零谋杀案专案组彻底查出真相，请您向上级领导请示，答应我的请求。好，那我电话请示云检察长，回院里之后呢，让贤主任马上打报告。好，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这个决定很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前途，包括小罗。我现在就想查出真相，别的不在乎。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完成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DNA， 就是我们必须要取到沈广顺和宋丽敏的 DNA， 来跟这个孩子的尸体来比对。一旦确定是淼淼，后面我们将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整个案件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我是真的彻底服了你了，你尽管吩咐吧，我是去单挑宋丽敏还是沈广顺，拨出去了。单挑不用，也不用豁出去。胡雪娥跟沈广顺现在住在光大旅馆，这个时间他们应该会去监狱会见室会见沈广军。你跟王鹏去，想办法找到沈广顺的头发或者是残留的一些皮屑，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喝过水的杯子还有摸过的开关你都能提取。不用说这么细，我会。操心命，我这就去。你呢？去哪儿？我来找宋丽敏啊，不能活都让一个人干啊。走吧。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您别担心，已经去医院看了，接好了，还能出去透透气，散散心，挺好的。妈，您坐，您坐。大家好，大家好，咱们这次是监狱让咱们进来的，查清楚了，那个郑教官。不害你的，查清楚是谁害你了。徐大发，徐大发的儿子害的你。妈，这件事我已经不关心了，无所谓。
无所谓。啊，我看您脸色不好，您身体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没事。您去医院看不看？医生，我没事，我真的没事。您别骗我了，是不是有人在您那儿传闲话呀？谁说的？都下来！妈，行啊。娟儿，哥，您伤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娟儿，妈这身体没什么大事啊，你别担心。哥，我们这样里边和外面其实都是通的，外面发生什么事儿，我们这儿都有人能知道。你告诉我，外面是不是有人在传你和我还有嫂子之间有事儿啊？没事。那就是那个姓冯的，他那儿搞的鬼，他呢就是开始盯着咱们家那房子，想骗那60万。我就觉得，怎么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他就想骗那60万，他们愣是把自己扮成一个有个关系的人，然后骗咱妈。说公检法的能搞定的搞定个屁，啥也搞不定。还好咱妈没上他当啊，我这看着呢。他这一看不行了呢，就让何叔哥给调到这儿来了。这不现在直接管你了吗？这倒好，这一家子都被他给抓手里头了。60万，真是连本带息啊。主要是什么呢？他一来吧，就跟那个姓罗那个女检察官，俩人勾搭在一块儿。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跟姓冯的一伙的。现在姓冯的不去咱们家了，他去。啊，他不但不光他去，他还让他手底下人到咱们家那边那小院里去散布谣言去。是不是说苗苗是我的孩子，是你把苗苗杀了？姑娘，有没有一对叫胡雪娥和沈广顺的母子住过这儿？有啊有啊，赶紧带我看一眼房间吧。哦，好好好。就知道了。那我不说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啊，养好事儿。咱家里的事儿迟早会有个结果的。早有结果，早解脱。你这话啥意思？哥，我没别的意思。这段时间在这里面，我也想清楚了，藏着掖着，活着太累了，欠账的日子不好过。是他妈不好过了，是吧？有些账是可以算的，咱哥俩的账算活着啊，活着啊，我用命照顾着咱妈。你
踏踏实跟你待着啊。奶奶，走了。我跟广军还得说一句。广军，军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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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哥是不是生我气了？他是不是想让我一直待在这里面？我看他是这意思，他不想帮我。广军，你听我说啊，我们呢相信你没杀人，可是你得有证据呀，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次来呀，妈就希望你跟妈说说，说点管用的呀。妈，嗯，我哥刚才说的那个冯组长，您认识吧？认识。不管他人怎么样，可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帮我、愿意替我这件事翻案的人。他跟我说了，只要我帮他办一件事，他就能帮我翻案。开始我也不相信，谁愿意把张书记都定好的事儿、定好的案子，还给翻案啊？啊，是。可是他跟我说，说了一件事儿，我就相信了。他说他爱人十年前出了车祸了，他是为他爱人报仇来的。不不不，妈，这件事跟我没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妈，但是跟我哥有关系。跟他当年中那彩票50万有关系。妈，冯组长说了，只要我哥把他知道的秘密全告诉他，他就愿意替我翻案。你能不能救救我哥呀？让我哥把他知道给我说出来。不都说人民的正义吗？这还是您上访的时候他说的。妈，我就是觉得咱家的事儿别人管不了，别人也不会管的，只能咱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儿。妈，咱家的事儿，咱家的正义得您管。
顺儿，你跟你弟弟有多大的仇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在里头待着，你不想帮帮他？东西都送到技术支队了，妥了。嗯，罗儿，你坐。没让你坐呀。你现在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宋立敏不认识你，你出去，看上点，别让他跑了。我去呀、啊，我这算什么呀？咱们是作为驻监检查室的人员，我觉得主要工作还是针对监狱。这按照规定，宋立敏也不归咱们管呀。再说了，他要是跑，我也不能拿他怎么着。我这监视不就没意义了吗？这孩子怎么死心眼呢？我现在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成员，又是张书记钦点派来的人，你跟着我是不是也是专案组成员啊？那我让你去看点宋立敏，有什么不对吗？就您这个不符合程序，既没有下文件，也没有开会讨论。就您随口这么一说，人家宋立敏不认，我还是拿他没办法。那行吧，我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啊。你看今天外面人是不是特别多呀？挺多的，全是变过力的人，门口吃馄饨的看见没？都是刑侦总队的便衣警察啊，还在超市门口站5-6个，看见没有？这还不算上是派出所派过来的片警。那都这么多人了，您还让我去干嘛呀？那行吧，我再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啊，现在呢，我要跟罗欣然说点悄悄话，你能赶紧滚吗？嗨，您早说呀，这个理由就相当充分了。哎呦，真服了这傻小子，真是他要是真想找着女朋友，那太难了。你这样跟我说悄悄话呀？人家监狱的和公安方面都派人盯着呢，我们怎么也得派个人，做做姿态嘛。行，让这傻小子干这事儿可合适。哎呀，这 DNA 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吧？现在 DNA 鉴定技术很先进，哎，说不定一会儿就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说啊？你打算怎么说啊？我没法说，我觉得他们家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这一说又得鸡飞狗跳，这事我见不了。你再同情他们，也要查出真相，抓住真凶啊！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底了？我没有底，我要看他们的反应，才知道我有没有底。喂，面对，已经核实了，
通过 DNA 比对，这孩子的尸骨就是沈广顺和宋丽敏的女儿苗苗。好，这个结论首先可以推断出黄四海上次提供的立功线索是假的。他说沈广军跟他的嫂子宋丽敏之间有私情，生下了苗苗，这完全是扯淡呢。没错，这个黄四海在监狱里一定是兴风作浪，他就是胡扯，道听途说。老冯啊，第二个消息实在是让我感到痛心。你说我做了一辈子老刑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我实在是说不出口。那这样，你把他给我发过来。行，我马上发过去。对了，你们先别行动，我马上到。我到了以后，咱们一块行动啊。好，我等你。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我也是觉得你承受力很强啊，怎么还慌了？该干嘛干嘛去。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老师，我们谈点别的事儿，您先回家吧。啊，我想听听。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起案子，跟您没有直接关系，您需要回避。胡雪娥女士，我们现在郑重地告诉您，我们是要对沈广顺还有宋丽敏进行单独询问，请您回避。如果后面需要，我们自然会请您进来的。我们刚才去了广军那儿，如果人真是他杀的，该毙就毙，早死早脱生。副大婶出去。哎，大婶，走吧。大婶，您等我一下啊。走吧，大婶。认识啊，打过交道的，他们是警察。大婶，您说对了，他们确实是警察。有什么大事儿？不是，这个我也不能说，这是秘密。你跟我说说呗。大婶，这是我的工作，你也别为难我，行吗？那我上个厕所行吗？就在那。啊，行行，哎。
事了啊。首先呢，我先提醒一下，你们要控制一下情绪啊。我要宣布一个最新发现的线索，就是在今天早上8:05，我们在930谋杀案现场的小树林里面，挖掘出一具儿童尸骨。经省公安厅技术支队紧急鉴定，已经证实，这具尸骨就是你们失踪的女儿苗苗。经鉴定，死亡时间跟930谋杀案徐大发被害时间非常接近，小树林为凶杀案第一现场。看来你们已经知道苗苗不在了，所以也没有任何意外和心存侥幸。陈广顺，我们在你家里面发现了你给孩子买的玩具，这是在孩子失踪或者遇害之后，你仍然坚持给他买玩具，你觉得这很正常吗？我想他了，我给孩子买点玩具怎么不正常？我听说你10年没见过自己儿子，你正常吗？这么绕呢？嗯。就这儿。啊，就这儿。啊，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吧。啊，那您慢点，大婶。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好，给孩子买玩具，很正常，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买的小飞侠乐迪挂在了930谋杀案现场的一棵树上，正好是苗苗的埋骨之处。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不是犯人，你别这么神我。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查来查去的，不就是想查你媳妇儿的死因吗？陈广顺，宋立敏，我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啊。我们之所以查这起案子，就是因为胡雪娥上访引出的一系列情况，我们必须要给沈广军一个最客观的交代。你是沈广军的哥哥，你应该支持我们对此案的调查。现在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按照常理你们应该积极配合，但你们为什么这么抗拒呢？还非要扯出我老婆的事儿，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什么关系？你在外面散布我们这么多谣言，把我们家弄得鸡犬不宁，这俩事儿有没有关系？你不比我心里清楚啊？沈广顺，老实点，现在是专案组联合办案，请你就事论事，不要旁出之己。既然你们什么都不说，那请允许我来分析。你们明明知道苗苗已经不在人世了，还要悬赏60万来寻找失踪的孩子，我可以理解为是想保护你的母亲胡雪娥吗？沈广军被判死缓，你的父亲已经受不了去世了，如果再把孩子死的消息告诉他，怕老太太有意外，对吗？这是我理解的孝子沈广顺。我妈得的是脑瘤，活不了几天了。你们谁要是让他受了刺激，出了意外，我就让他陪葬。可以走了，就让我们过点平静的日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吗？陈广顺，我们不是不想让你平静，是有太多的疑团有待我们去解决。我们不能因为你要过平静的生活，就放任有那么多疑点的案子悬在空中。好，那我再问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啊，作为常识，你能帮我判断一下，你认为沈广军有可能在小树林里面同时杀害徐大发和你们的女儿苗苗吗？你说呢，宋丽敏？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